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云雷。今天我在拍摄我的海报还有专辑啊。做什么准备？我没做什么准备，就好好睡觉，要保持一个好心情，拍摄呢才能开心，才能进入状态。不露牙，对。对对对，笑着看我。笑了。我走了，你又回来了。跟人之前的风格不一样，里面会有我之前的风格，但是后面的几首可能会觉得让你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张云，然后歌曲的风格也是多元化吧。希望通过我的音乐能给你们带来开心。我今天已经全部的拍完了，拍了四套，挺爽的。然后这几套衣服都很喜欢，想看成片的时候，马上很快就能看到了啊！到时候别说啊，奶奶太漂亮了，等着吧啊，等着海报出了，然后看封面啊，然后还有记得演唱会一定要来，抢票，咱们不见不散啊！